凯莉来自菲律宾，是韩流的铁杆粉丝。跟其他所有不在韩国的粉丝一样，她支持偶像的唯一方式就是线上应援。凯莉会花大量精力制作偶像的照片、视频、海报，与其他粉丝分享交流。她只想在演唱会上见偶像一面，但她不知道怎么办，更不用说偶像可能永远都不会来菲律宾。想到这些，凯莉难过极了。不过随着 K-Star Coin 的推出，她终于可以梦想成真了。具体来说，当凯莉在 K-Star Life 社区创建偶像内容时，她面向的是全世界的韩流粉丝，有流量就会有广告收入。而目前社交媒体平台会截取大部分广告收入，而在 K-Star Life 社区，所有能带来流量的动作，比如内容制作、浏览、交流评论与转发，都会得到奖励，即 K-Star Coin。 内容产生的流量越大，那凯莉得到的 K-Star Coin 也就越多。令她兴奋的是，凯莉和世界各地的韩流粉丝可以通过 K-Star Coins 为偶像众筹在菲律宾的演唱会，她终于可以亲眼见到偶像了。此外，通过 K-Star Coin， 凯莉可以海淘韩国化妆品，还可以给她的偶像送礼物，在偶像生日时买地铁或食品卡车的广告位应援。目前 K-Star Life 有超过850万用户，逐渐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韩流一站式社区，囊括新闻热点报道、粉丝社群、众筹平台、韩流电商等。而 K-Star Coin 连接社区里的各个部分，是韩流粉丝的专属货币。